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大黄庄到底还剩多少小鬼子，制定好计划再行动。 明天，你带着大伙继续练。我去镇上找个探子。探子？咱哪有探子？这你别管了，反正我有。赶紧，赶紧，滚！什么都没有。站住！干什么的呀？ 来赶集的，赶集的，嗯，哪个村的？我刘家庄的，来给孩子扯几尺布做衣裳的。做衣裳？嗯，我怀疑你是八路，凑蛐蛐来，我要搜一下了。我才能是女八路呢，我就是来给孩子扯布做衣裳的。你不让我搜，你就是八路。来，我搜搜，哎、出来。你干啥？你干啥呢？ 你们俩干啥呢？仨兄弟，马路，哪有你们八路？老总，他们要摸我，我不让摸，他们就赖我是女八路，太欺负人了。我说你们俩是不是老毛病要犯啊？没戴着个帽子，还像个黄学军的人吗？快点，让大麦子认个错。算了算了，听见没有？人家是不想跟你们俩一般见识，还不快滚！是是是。 大妹子，你咋来了？大哥，我要问你件事儿。啥事儿？说。据典礼还有多少鬼子？23个。准确吗？保证准确。那还有多少伪军？调走了一半，应该有50多个。咋了，大妹子？你不会又去拿武器吧？三木武夫现在加强了警戒，恐怕。 我不是要拿武器，我要替老爷报仇。杨老爷的死状里有骨气，佩服。周崇光佩服。大妹子，节哀。大哥，你要帮我给老爷报仇。那当然。 我是杀人的人，你是知道的，大妹子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周崇光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杨老爷子的仇，咱们一定要报。好了，这儿不能久留，我送你出城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要送我了，你在据点对我们很重要，千万不能暴露了。你帮我们做的事情，妹子都记得，在我心里。 现在我们知道据点里有20多个鬼子，50多个伪军。大家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？你们都在家，哪也不用去，我自己一个人干，没几天就把鬼子除光了。不行不行，你一个人行动太冒险了，万一鬼子埋伏就完了。上次我们几个人一起都差点被鬼子打死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没什么危险的，我以前都是这么干。那是以前。 以前鬼子不防着你，现在他们都被打怕了，学精了，你还像以前那么干，太危险了。那你说咋办？过来。朝朝敲来什么人？秀玉是啷个什么人？哎，嫂子。
你说这鬼子能善待当年的吗？猫见了心，哪有不馋的？等他们追出来，咱们赶紧往回跑，柳絮他们在林子里只管开枪，来多少死多少。那这鬼子不会打着咱们吧？跟你说了呢，我算好了，咱们在射程之外。行，赶紧唱。啊。赵州敲来什么人敲？长官。要不要把他们抓来？抓人的不要，接近炮的死了死了的。啥玩意儿啊！唱半天小鬼子没被你唱出来。啊，行了行了，撤吧。啊，不白忙了。就是，这鬼子一个没打死，我还搭上一头驴。哎，好可怜的驴。驴驴驴驴驴，陪你十头驴行了吧？没说你呢，你没组织没纪律。那枪一响，你人影都没了，你好意思瞎咧咧？行了，别吵了，以后不能这么瞎干，太危险。那你说咋办？还得像我以前那么办。好。两个巡逻队，据点内要严防死角，绝不能放到独八路。快！嫂子，请。来，累了吧？赶紧进屋歇会儿。我茶都给你沏好了。来来来来，来，进屋进屋。这我才走几天呢，这家怎么脏成这样？媳妇儿，你说我天天据点里那么多事儿，我哪有功夫收拾啊？你先坐着歇会儿啊！这床乱成这样，我怎么坐呀？你不在家，我这床上不就凑合将就了啊？你来来，坐着坐着，坐着坐着。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腰！我给你捶捶，我给你捶捶。哎呀，这路上颠的，你看你就不小心劲儿。那个柜子脏啊！马上马上啊！马上！哎呦！又怎么了？我的胳膊，我给捏捏，我给捏捏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有哪儿？下面这个柜子有灰，这就去，这就去啊！马上啊！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啊都给柜子利索了。有点饿了吧？咱先吃饭啊，先吃饭啊。老周，哎。你嫂子回来了啊，赶紧的啊，这肯定饿了。你到集上弄点好酒好肉的，我给你嫂子做一顿啊。你做饭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你瞧不上我呀？我没给你做过呀。赶紧赶紧去。自家兄弟怎么还给钱呢？
媳妇儿，老周也不容易，咱俩钱还留着娶媳妇儿呢啊！把座儿你的啊！嘘，兄弟，这娘们这话别往心里去啊！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！我今天算看出来了，你过得也不易。谁说不是啊？你这是没娶媳妇儿。你要是娶了媳妇儿，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难了。就这样了，我宁可不娶。走了。哎呦！来了来了！哎呦！来喽！今天一下子就干掉了四个鬼子，据点应该还有20多个。明天我到镇上再看看，争取再干掉几个。枣花妹子，我没想明白，你看你跟柳絮出去一次就得手了。跟咱们出去两次，啥也没捞着。啊，是啊，配合。主要你们不会配合我，是不是啊，刘旭？哎，你把这个给我看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多少钱呢？我买你多，你给我便宜点。哎，放心吧，大姐。据说这两天又死了仨鬼子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死了四个，哦，有一个没死，嗯，所以说啊，哎，还是这个八路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是，对对对。哎，二九，你帮我选选呢，你看哪个好看？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。你帮我选选呢，哎，这个给我看看。这娘们买东西就这样，我跟你说。是是是。我怎么看那娘们像林枣花？哪个是啊？就那个。啊，不会，你眼睛花了。肯定是啊，正好有人在这里，抓他。跟他，追。哎，二九，给钱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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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你还有别的女人，你混蛋！你不能好死！老周，哎，老周，哥，你在哪儿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哥，我怎么听见你还养别的女人呢？好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还有别的女人？别打，别打，你别打！八路婆子胆子也太大了，大白天的就在镇上晃来晃去的，气死我！你必须想办法抓住他们。太君，那怎么想办法呀？那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，那搁在人堆里边。谁看得出来呀？就这么办。哎，看这个，跳两步。哥哥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啊！哎，哥哥，你快看那儿！啊！快，乡亲们，快下地道！下地道，快点！快地道！乡亲们说他们是难民，想进村躲躲。他们哪个村的？不知道，我没问。乡亲们，你们是哪个村的？大妹子，我们是十里铺的。不可能，十里铺早就被屠村了，一个人都没剩下。这玉米肯定有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试试就知道。兄弟，兄弟，抬杠，抬杠！鬼子，
咱们被识破，怎么办？重新组织，强攻！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咱们既然已经被识破，我看还是不宜强攻了。您看，这村子里的情况咱也不太清楚，咱可就这么点家底了，不能都拼光了。万一这帮臭娘们趁虚而入，夺了咱们的据点，可就麻烦了。三木局，我认为二九金说的对。 早花妹子啊，可真厉害！是啊，她那一个手榴弹炸死了好几个鬼子呢。哎，真的，对，咱们跟着早花妹子啊，绝对没错。对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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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胡润月，你把乡亲们祸害的还不够吗？那些坏事，你足够死一百次。要不是林早皇拦着我，要不是我还看在你有孩子的份上，我早就一枪崩了你了。姐妹们，今天咱们打败了小鬼子，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战果。我们一共消灭了8个鬼子，7个二狗子，还抓了1个鬼子和3个二狗子。这么算算，鬼子的据点里也就剩下10多个鬼子和不到30个二狗子了。而我们呀，有80多个民兵，照这个情形，很快鬼子的据点就能被我们一锅端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这都是大伙儿的功劳，咱们今后更要齐心协力，争取早日把鬼子杀光，替死掉的姐妹们报仇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妹子，其实咱现在就可以报仇啊，咱把猪圈里那个鬼子杀了，痛快痛快。不行不行，姐妹们，这八路军是有政策的，不能杀俘虏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杀他们还养着他们啊？就是啊。要不这样，咱把鬼子和伪军区别对待，咱把鬼子呢看好了，等大部队回来再处理。至于这3个伪军呢，咱们就教育教育，表现好，咱就放他们回去。放回去？怎么也得拆个胳膊拆个腿，让他们长点记性再放回去。枣花嫂子，咱不能这么做。你不是在根据地学习过吗？哪有八路军打俘虏的？你到底懂不懂政策？政策？咱们这儿的政策就是，绝不轻饶这些畜生，是不是？反正谁敢放走鬼子，我就放倒谁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咱瓦窑堡没男人，咱们自个儿就是男人，今儿高兴。大家可劲吃，可劲喝，来来，干了！干了！好了。
会有你啊！要不然我们这些老老少少的女人家，都不知道要被那小鬼子欺负成啥样呢。来，嫂子，我敬你一杯，干！啊，干！嫂子，太有本事了，说的话每句话都是大实话。我这回可是打从心眼里服你了，所以啊，我是第一个跟着枣儿嫂子干的。来，嫂子，我敬你，干！说啥呢？那不还有我呢吗？哎，枣花妹子，为咱们办了多少实事啊？减租减息，杀鬼子，除汉奸，他样样都行。咱们不信他，信谁呀？是吧？来，满上。枣花妹子啊，以后只要你一句话，你指哪打哪，我们这些老少娘们啊，跟着你干。来，干了。对对对，干！我林枣花从来不吹牛，大伙跟着我干，保管没错。都看到了吧？今天随随便便就拾到了一多半小鬼子。我自豪地说，再打一仗，大黄庄的小鬼子就绝种了。这事儿咋的，嫂子？那我们现在就去镇上俘虏了那几个小矬子，对，把他们都杀了，咱们就安宁了。啊，妹子。你听我说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这帮老少娘们肯定灭了那帮矬子鬼，信不信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妈，枣花，你可别冲动啊！现在鬼子行动还没摸清楚呢。再说这据点又是易守难攻，你可别带着姐妹们冲动行事啊。哎呦，我以为我们家王母娘娘天不怕地不怕呢，原来是个窝里横啊！就会喝喝小酒，跟大家吹吹牛，真要说到杀鬼子，就怂了。你放屁！我怂过吗？我林枣花一个人都能打鬼子，现在有这么多姐妹跟着我打鬼子，我还能怂吗？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啊，明天一早就攻打大黄庄鬼子据点。枣花，别冲动啊！干了！哎，干了！慈母幽妹子陪在土八路的手里面，我日夜思念，一定要把三美女皇军救出来。可太君，那您看看，现在咱们据点里边就剩下您这么几位皇军了，我们皇协军也就这几十号人，那就这点兵力，能保住咱镇上跟据点的安全就不错了。真要是去瓦窑堡对付这帮八路，的确有点困难。这个你不必担心，我已经向野田长官报告了，他答应我请示华北司令部，让他们派兵来帮助我们扫平瓦窑堡，抓住女八路，救出女皇军。啊，这个事儿都惊动华北司令部了。我跟野田长官说，瓦窑堡土八路胆大地勇。那可太好了，这要真是华北司令部能派皇军来增援咱们，那咱们要灭了这帮八路可就容易多了。哎，到时候不但能灭了这帮八路，还能救出幽梅子小姐，这样您兄妹也能早日团聚了。我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跟你的皇协军，被山里的几个女人打得溃不成军，这样的事情传出去，我们在这里还怎么待下去？您也不用这么想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那再说了，咱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过程不重要，咱们就看结果。二九军，我命令你带领十名皇协军日夜巡逻，确保大黄庄镇平安无事。我的带领所有的皇军跟剩余的皇协军坚守据点，
防止土八路偷袭。等援兵一到，我们就血洗瓦窑堡，救出女皇军。是，您交给我。早王嫂子，她们是林淑玉的姐妹们。你就是那个领着一帮婆娘和小孩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林枣花？是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是林淑玉的。哎，我叫马大兰，她是我妯娌，这是我邻居。哎，我们全是林淑玉的。哎，枣花妹子，你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！这帮该死的小鬼子，他们不光抓了我们的男人，还把整个村子都给烧了，害得我们这些姐妹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后来我们听说你们瓦窑堡有一帮婆娘专门打鬼子，我们这才拉帮结伙来投奔你。枣花妹子，哎，枣花妹子，你一定要收下我们，我们要跟你一起打鬼子，替我们的男人和乡亲们报仇。枣花妹子，老虎岭村的姐妹们也来了。枣花头领，我们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你快点带领我们去报仇吧。是啊，枣花头领，你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呀！我们听说那帮小鬼子一见到你就吓得尿裤子，你就收留我们吧，带领我们报仇吧。对，带领我们报仇吧。好，姐妹们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刚决定，明天一早就去大黄庄镇，把鬼子的狗窝给扫平了。好。大哥，你说这个仗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你说咱们哥俩这每一天的脑袋棍别在裤腰带上，我都快得神经了。现在我就怕两个字：开路。我说穷光蛋，你还跟我这儿叫苦叫累？啊，你有我操心吗？我整天守在三木眼巴前，指不定哪句话说不对付就得挨顿骂。我不比你累心呢。再说了，回回打仗，我什么时候我没先护着你呢？打仗，打。哪天算个他妈头啊！我问你，你说这仗，日本人赢了，还他罢了；如果说这八路赢了，该咋办？我要是你啊，还真不盼着有那么一天。这要真是八路赢了，咱还能指着谁呀？啊？咱还能有这好吃好喝的？好吃个屁呀！哥，你知道外头都怎么说咱们吗？说咱们是汉奸，还他妈铁杆汉奸！你小点声儿。喂，太君，我刚从镇上巡逻回来。是，哎，我正跟周副队长，我们这儿布置任务呢。是，您放心，镇上的安全交给我们。是。干啥呀？看见没有？啥呀？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什么时候都得加小心，哪那么多老僧啊？再说，哎，汉奸怎么？他们爱叫咱什么叫咱什么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就知道咱们。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用的，有花的，就是他妈傻吃闷睡活化石。
行了行了，赶紧看看去吧。干啥呀？什么看啥呀？那出去转转呢。转啥呀？你呀，跟我这儿发发牢骚就行了啊。那到外面，别这么多废话，涣散军心。记住了，咱呀，最重要的就是活着，活着比啥都重要。跟弟兄们说，别管别的，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，看好了，得保全了咱们自己，明白吗？活着，巡逻，打仗，巡逻打仗，活着，哪天他妈算个头啊？去吧，走了。嘴里有点把门的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一条路走到黑，没个头。没个头。太好了，咱们现在打出了声威。有这么多邻村的姐妹们来投靠咱，咱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明天必须拿下鬼子据点，让更多的乡亲们知道咱们瓦窑堡妇女民兵队的厉害。对，以前我一个人都能杀鬼子，现在来了那么多人，还有那么多枪，扫平鬼子据点应该没问题。可鬼子虽然人少了，但还有炮楼把守着呀，咱能冲进去吗？咋冲不进去呢？我拿机关枪在前面咔咔咔一顿扫，你们在后边追，我就不信这么多人还扫不平鬼子的小炮楼啊。可鬼子也有机关枪啊，那不能光你打他，他不打咱们啊。不是，你怎么总长小鬼子志气呢？不是，哎呀，你们俩别吵了，我早想过了，我有一个主意。过来，来呀。大伙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你别太莽撞，打据点不是小事儿，就算真打，也要向上级请示。对，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，观念是要犯错误的。呀，这话我都听烦了，你别动不动就拿组织纪律来压我。你没来之前，我们不也照样打过鬼子吗？你们一个老师一个医生，打仗的事儿还不如我们呢。我现在是瓦窑堡的妇救会会长，大伙都得听我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今天去打鬼子据点，大伙怕不怕呀？不怕。好，把那两个小鬼子给我带上来。走，站着。你跟他们说清楚了吗？你们俩进来了，谁会配合我们，知道不？要不然把你俩全都咔嚓。枣花，既然这仗非打不可了，把我跟张医生带上，他会日语，兴许还能帮上忙。对，欢迎。你们的在干什么？土白露非常的狡猾，松懈的不要。是是。混蛋，军人的风度保持。是。把烟给我。没有，我戒了。啊，戒了。好啊。嘿，拿出来。戒了，骗我。站岗的时候不要抽烟，没收。
来，大伙儿都听好了啊，一会儿啊都得听我指挥，我说打就打，说撤就撤，千万不能自己乱跑乱打，听明白没？明白。张医生，把那两个小鬼子带上来。走走。你跟他们说，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，他们要想活命，就按刚才说好的做，要是敢耍滑头，直接枪毙。好。あなたたち、まだ生きてたいのなら、私たちに協力することなど、でなければ、撃ち殺しやるわ。队长好，队长好，队长好。嗯，你们几个都静点心。是是是。老周啊，哎，这皇军大部队到底什么时候能来，咱谁也说不好。不管他们来不来，咱们还得靠自己。你看看，跟弟兄们说，打起点精神，不管别的地方啥样，一定要保住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的安全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你交给我的事儿，我啥时候带过链子？我周忠光就是拼了命也要守住这儿。得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你看这天阴的，打不起精神。行，我先回去睡会儿。把子弹卸了，枪给小鬼子。ドアを開けろ。レム。